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教美甲的芊芊老师。今天手把手教老婆画第二的菱格纹，那个充满气质的菱格纹，那我们秋冬当然是必备的，所以我们要准备开始进行操作了。底色上完之后，上一层雾面的上层，接着使用一个拉丝白。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一个调胶棒，那个调胶棒沾取一些拉丝白在上面，接着使用线笔，我们用线笔去做点拉的动作。去拉出那个线条，那我们一样就这样子看着上面的画面，线条给拉好。那如果喜欢我今天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在这个拉的动作，因为它是格纹，所以你要非常注意它的对称性。我们可以先在图纸上面先做练习，再开始进行拉。因为你们可以看到，接着我要拉斜线的部分，这部分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。它是在这边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，它是一个平行的，所以每个都要这样子稳稳的去拉，这部分没有那么的容易，所以多练习在纸上的话，你会轻松很多。那我们现在就快要完成了，剩下另外一侧，这一侧也拉好，就做完这个款式。然后因为我这个拉丝白是免清的，所以照完灯之后就完成了这个作品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做完啦，欣赏一下作品吧。我是 Iris， 关注我，美甲的路不迷路哦。